Hello， 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Russell， 这里是何强。好，那因为很久没拍这样的影片了，我今天来拍一个第一人称开箱，然后开箱的就是眼前这个金巴监听喇叭。那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开啦，废话不多说。那这支影片呢，基本上我不会测试声音，因为测试声音也没有什么用啦，你到网络上去找影片，然后找那些资料就好了，因为声音好不好这主观的。简单讲就是今天开箱就是给大家看一个，就是一个开箱的过程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，第一人称开箱哦。金巴，日文妙。里面有这种 3.5 的、哦、然后它的电源线是欧规的这种电源线，特别还 OK。 好，这个喇叭包的是蛮好的，哇，真的有够重，当然，荧幕是看不出来我帮他搬的多重啊！他搬上来一颗14公斤，对，一颗14公斤，有多重？哎，一颗长这样。好啦，开第二颗应该开很快啊。它其实内容物非常简单，我很好奇金巴它是日本牌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它都日文，它里面是先日文，抱歉，我买的时候没有做足资讯，基本上是推荐，受推荐，然后之前有听过一些评价和声音，所以就直接买了。很啊，非常非常沉重啊！我快速的整理旁边的箱子，应该整理箱子我就好快转吧。回到了金巴现场，刚整理完箱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来把它的塑胶膜给打开吧。哦，很贴心哎，里面有放干燥剂，有个小小的干燥剂，干燥包。然后喇叭背后长这样。Monitor link。蛮有意思的耶，其实蛮精美的 input。
英国的厂牌啊，英国的厂牌 ，Design and Engineering in UK。底下有一侧是防滑的，还蛮不错的，其实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喇叭设计很漂亮，有法师纹，有那个算是男人的浪漫，有法师纹，有那个纹路，应该看得到吧？那个法师纹雾面的。哎，小，好，上面两个，上面两个，两位，上面两个，好，好，直接带上面。这次的。这是我拍的比较好看一点，就把这些拍进去。小心你的采光。